今天跟大家分享鸡翼二味，准备材料如下。首先将鸡翅一分为二，将小鸡腿的头砍掉，压着中间的骨，将肉反方向拉起，就会变成另一个造型。接着准备虾膏，加入少许胡椒粉，加入少许蒜米碎，加入鸡精粉和糖，加入一盖绍兴酒，搅拌一下，加入酱油，倒入鸡翅拌均匀。加入面粉和薯粉，搅拌均匀，薯粉少量多次，慢慢加。加少许麻油，再加少许姜碎，最后再加少许薯粉，搅拌均匀，再加入香油，就可以放入油锅中炸至金黄色即可。小鸡腿做法也是一样。关注我，小千妈咪健康站。